吗？赶走！你有方法申请吗？赶走！我们你有方法申请吗？我倒马倒了三年，你在哪里？我倒马倒了三年。赶走！你有钱吗？你有钱？台湾！赶走！什么东西？请大家不要再争论了。请大家不要再争论了。大家交给我，请告诉我。请大家不要再争论了，请交给县警方的处理，好不好？处理你们他们没申请，为什么可以在这？请大家尊重我们警方的处理，请大家尊重我们警方的处理，请大家尊重我们警方的处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敢中？我敢赔，我半天才又来，这个男的，超速了，超速了，超速了！我现在就来。请回去！中国是你的国家，请回去！我们今天还有朋友们，首长梁清烈，请先保持肃静，请先保持肃静，让警方挡住警务。